大家好，我是静子。那今天我们来玩《Her》这个第三天的，所以这是最后一集了。所以下个星期应该会玩别的游戏，如果没有错的话。我记得他好像说一共有三张，所以应该这一张是最后一张了。不好意思，让我开个东西。然后我也不小心迟了一点点，因为刚刚太专注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不小心太专注了，然后注意到的时候已经迟了，然后赶快准备就稍微迟了一点点，还好还来得及，没有迟很多这样子。那上一个星期是黑面观音逃脱的剧情嘛，然后黑面观音是他是被好几个人吧，五个吧，好像是。叶老二跟刘大伟都是有帮忙去做这个飞升的那个过程的，到最后也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把带那个黑面观音走的，那应该今天就会揭晓了吧。然后这一次的剧情里面就只有一个是有看过的，就是黑面观音这个人。那这边有两个人，那我们先看看他们的对话吧。哟，你怎么来？操！大过年的，我他妈不能回家呀！就他妈你不把这儿当他妈我们家，我来串门不行？罗律师，您在这儿稍坐，我去通报一下老爷。哎呦我操！罗大律师，您怎么来了？哟操！帮他们老爷子立遗嘱来了吧？晦气！罗律师所在，大小姐不要多想，是老爷吩咐要罗律师来的。李叔，我不是说你们。你们该干嘛干嘛，我是说啊，这里有个闲人，话里话外巴不得别人家里出事儿。我操，闲人！哎，你他妈那小白脸男朋友不没来吗？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哎呦我操，闲人说我呢？哎呦，对，这遗嘱立出来没我份儿啊！得嘞，哎，你们自己斗，不对，你们自己商量去吧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哟。火气这么大呀，李叔，你刚回来还不知道，刚才有个怪事，就我爸房间不让进了。为什么？谁不让进呢？还能有谁呀？那个算命的说是闰年要到，要避讳什么跟我爸犯冲的人，铺了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阵。我这问他到底跟谁犯冲，他说跟所有人都犯了，连我都不能进去。什么鬼呀？是。所以啊，如果是我爸让你去请罗律师，现在又不准外人进，那就不对劲了。拜。不过呀，黑面观音的话老爷平时也是信的，我们要不等等再看，快要吃饭时间了，就算我们不进去，老爷总不能不出来吧。罗律师，你给我去一趟，我爸亲自叫你来的，不会不让你进去。走。您请，来，我们跟着这位大小姐。哎呦，大少爷，大小姐，感觉是高加冕，应该只有这个跟另外一个。哪是您的大一年？你怎么又回来了？大弟，你看还在不在？哎，你怎么又回来了？罗大律师，是我爸亲自叫来的，我们现在就要进去见他。停。后退，举头三尺有神明，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已经布了七星续命渡劫阵，谁也不准踏入一步。这是我爸请来的。我也是老爷请来的。
耽误了我爸的正事儿，他要是责怪下来，你敢负责吗？敢呐！坏了老爷的七星虚名阵，老爷要是责怪下来，你敢负责吗？你就是嘛，今年老爷生日在闰月，闰月不出头，哎，我来布个阵，保老爷过这个坎儿，还有半个时辰就大功告成。这个节骨眼上，你也不想折了老爷的阳寿，对吧？大小姐一片孝心，这点道理还能不懂吗？神棍，不要以为仗着我爸就可以为所欲为，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大小姐你什么意思啊？有话直说，不要指桑骂槐。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家都不要激动啊。大小姐，这个时间你跟观音先生闹翻了，董事长会怎么看你啊？啊，再说了，何必急于一时呢？啊！给我等着，罗律师，我们走。我们走。你眉宇间刚才闪过一道黑气，这是有血光之灾呀！哇塞！要啊，要不要我帮你算一卦，化解一下？你放屁！你放屁！我要看看，今天是我有这个灾，还是你倒这个霉？嘿嘿。慢走，不好意思啊，罗律师。大小姐，大小姐，你是不是高加美啊？大小姐，罗先生，我爸今天叫你过来，是不是因为听说了那假遗嘱的事儿啊？啊，这个嘛，鄙人职业操守所在，董事长没有明说，在下不便透露。走，走。哎呦！你他妈也知道我跟你开玩笑呢，啊？你他妈知道你儿子怎么跟我说话的？你他妈怕是不知道吧？这坐下来。罗律师，你跟我说实话，我这一向没有亏待过你。这个，你先收下。哎呀，大小姐见外了。老爷这次叫我来啊。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假，说好的职业接操守呢？有一份真遗嘱。我爸怎么说的？啊，昨天老爷给我打电话，让我按照他说的分配方案起草了一份遗嘱。今天我来就是带来请老爷签字公证的。哎，那个遗嘱是怎么分配的？老爷毕竟重感情嘛，这份老宅还是个人都有一份。我没问这破房子。公司股份怎么分？您自己看。您自己看。哎呦，这我爸年纪大了，脑子还是很灵光的嘛。谁是高家人，谁是外人，还是分得清楚的啊？谁是高家人？那一定就是，那你一定是高家美了。那个赌棍也输得精光了。等等，我爸昨天才说要立遗嘱，他们今天就搞什么阵法？万一……罗律师，退一步讲，如果我爸这份遗嘱还没有签字，就那啥了。就那这公司股份怎么分配啊？哦，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就和房子一样，就按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和子女。哎，你说明白点。哦，当然是大小姐、大少爷、二少爷，哦，还有余夫人平均分。平均分？想得美！二少爷是谁啊？这只有一个高，姓高的啊。你怎么把罗律师丢在那里啦，小姐？走过来这里，然后走进来。哎呀，宝贝，这次我立大功了啊！这假遗嘱照片一爆出来，老爷怎么说？这能放得过那赌鬼？本来以为是个杀手锏，谁知道现在老糊涂跟那个什么观音一起做法，一整天都避不见人，不知道搞什么名堂。
没关系没关系，我没事，我还有办法啊。我告诉你，这两天我利用各种关系顺藤摸瓜，又他妈挖出两个猛料。又有什么料？那个赢了大少爷倾家荡产那鸡哥，你猜怎么着？假的。什么？哎，鸡哥就是一个谎言。你想啊，咱社会上混都什么龙哥虎哥豹哥，谁都叫自己鸡哥，根本没这号人，跟你说。不过至于谁编造的还没查到，反正这人不存在。昨天你还说这假遗嘱是鸡哥交给嘉盛的，让他去签字做抵押，今天你又说鸡哥不存在，那这赌棍每天跟谁玩呢？啊，他这个反正他输钱的事儿肯定是真的，就是这个不知道。你看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昨天还兴冲冲的去跟老糊涂举报假遗嘱呢，万一这是个圈套，我不是被反咬一口吗？哎，这个不会不会不会，啊，你爸最喜欢你啊。行吧，还有什么料快说。哎，这个现在呢没事，我再去调查一下，这个消息稳妥了我再说。哎，所以说你是谁呀？在会客厅呢。啊，好，我去调查一下啊。哎，大哥，你走屁哟，哦，你是谁呀？哎呀，还是要幺幺幺走进来了。你怎么直接来这儿？那赌棍知道吗？大小姐，这点事儿我懂的，我小心着呢，但我想着还是要过来跟您汇报一下。哼，怎么样了？东西我给他了，我看他今天已经带在身上了。哦，上钩了。哦，上钩了。狗急了还他妈要跳墙呢。办得好，将来亏待不了你。多谢大小姐。哦，对了，他不知道是你给的吧？你哪会？我是通过赌场哥们儿给的，现在啊他自以为还瞒着我呢。傻逼。不错不错，到时候你只要当着我爸的面站出来，当场揭穿他就可以了。一定。老爸，你不会当场给气死吧？说的也是，还是等我那份签完字以后吧，见机行事，哈。哼，这什么声音啊？不，现在低三下三。滚！现在低三下四的来找姑奶奶借钱，早干嘛去了？哎呀，你狠啊！高家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也别想过痛快。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没事。来来来，这好像有一个声音。哇，你有抽烟哦，大小姐。哇塞，一个大小姐有抽烟，我觉得不能够接受。大小姐，您怎么又在这儿抽烟呢？老爷看到又要不高兴了。我自己房里，没事。你来做什么？这，没什么，就是通知您一声。老爷那边可以见客了，是吗？走，我们过去。大小姐，李成这孩子用起来是不是特别顺手啊？啊？你都知道什么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李成走漏风声了？是啊。您看这份遗嘱。哪里？风声比较大，等下。我想，他恐怕无福消受啊！我替他说声谢谢了。Oh my god！ 大小姐被杀了。他没叫了。啊，好好好。真的假的？
有人走进来过。哪儿了？佳美，这是去哪儿了？这，佳美，佳美，哎，佳美，这是去哪儿了？佳美死了。有人走进来了，好像。就只是走来走去而已。等一下，等一下，他已经看到佳美，让他吸气，然后他就跑掉了，然后结束了。所以高佳美死掉了，所以他一定不是最后赢家。那我们来跟这个。哟，你怎么来了？李叔，我不是说你们，还是我们该干嘛干嘛。你叫老狗，啊，就是。哎，这里。哦，吴先生，好久不见。吴先生。啊，大律师，啊，我不会你们这套文绉绉。我开门见山啊，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偷拍的照片嘛，我早就寻思，于洪和那算命先生一个贪一个蠢，偷鸡摸狗可以，要说他们俩从公司账上那常年累月往外做假账交易洗钱，怎么看没这个本事呀？肯定应该有懂行的后面帮着呢吧？哎，我拍到这个照片，罗律师，啊，你怎么解释啊这个？哎呀。吴先生，您有这么好的消息，应该交给大小姐呀，找我来是何意呀？废话，你以为我不想？这不拜你所赐啊？那婚前协议不是你写的啊？鄙人职责所在。所以嘛，就算把于洪踢出局了，我能拿到个屁呀？啊？我能拿到个屁？我指望在罗律师身上。发点小财，吴先生，我免费给您提供一些法律建议吧。啊，偷拍的证据呢，属于非法证据，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法庭是不会采纳的。但你这样，我可能会告你敲诈勒索。你不怕啊？鄙人不才，在法律界也混迹了20多年了。我也不怕陪你玩玩，要不然咱们现在报警，我陪你去。这个律师黑的，他是黑律师啊！妈的，超凶！年轻人，坐下坐下。你这个东西啊，在法庭上站不住脚，但也不是说毫无价值。什么意思啊？有句话叫“合则两利”，我给你指条路。不过事成之后，无分。您是说？您是说？拿去敲他呀，不用上法庭，他就乖乖的给你钱了。废话，你以为我不想？我以后还要进这家门呢。他以后丈母娘。你以为光凭脸就能进这个家门啊？手里不拿点把柄，你想在高家站住脚？越是让他怕你，你就越稳喽。高啊，还是大律师高啊。可是，啊，这么一来，那不是把您又给暴露了？放心，于洪比你还要怕这件事流传出去。也对，也对。那，这个5-5分，5-5分。行，那你出去等。等一下他就回来，哈哈，好，这是什么剧情啊！我天啊！感谢罗律师提点，真的是富贵人家常有的那种狗血剧情哎！啊，有人进来了，罗律师哦，李管家，李管家，老爷那边可以见我了吗？啊，还没，是我自己这边有个法律上的问题想咨询一下罗律师。李管家，你是哪一个？这个故意杀人
该负什么责任呢？刑事责任，具体呢得看情节。会死刑吗？量刑上限，死刑。那不是自己杀人，就是帮别人杀了人，会怎么样？会不会死刑啊？被教唆是吧？啊，从犯具体看情节，不能排除死刑。具体是什么情节？怎么看呢？这个嘛，非常复杂。我是民法律师，民法、商法和刑法这个专业方向不同。你要问这些问题呢，可以去律师行付费咨询。这个详细的我无法回答。哦，那我就随便问问。问这种问题超级可疑的，我去看看老爷那边。可以的话，我就过来叫你。然后不是那，哎，是的，罗律师，您跟这儿等老爷呢？夫人，是的。夫人，你跟这个吧。您这真的是关于遗嘱的事儿？还没签字，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那能给我看一下吗？他是在偷听吧？鄙人职责所在。董事长特别叮嘱要保密，故而今天特地来签字公证，等见到老爷自然就会公开了。夫人何必急于一时呢？那去老爷房间吧。如果夫人一定想先看一眼，这个也不是不行，只是这个哇塞行了，不看了，走吧。好。哇塞，这个律师超黑的，我的天哪。等一下啊，其实老爷吧有一个口头遗嘱，不知道算不算数。口头遗嘱啊不能和书面遗嘱冲突，而且至少需要有两个见证人才能具有法律效力。有，我和黑大师都是见证人。怎么说的呢？真的应该是这个吗？老爷说他将来百年之后吧，不想有验尸的过程。这什么意思？也没什么，就是老爷吧一直都挺信来世的，修行一辈子就想走得安详，不要冒犯了肉身，验尸开棺什么的这都不好。这个可以要求吗？不涉及刑事也没有家人要求的话，都不会有验尸的过程的。那没事，那老爷就放心了。平时都是黑面观音跟他聊这些，我也不太懂。那咱们去吧，别让老爷等我们。我怎么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最后一名结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夫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刚才误会了。没空理。对了，那什么，佳美在房间吗？在的，刚才在。你去把佳美叫来。好。李正义跑进来了。吉时已到。然后吴学凯进来。然后还应该就是他在叫他吧，这个时候。然后找不到。一推回来。夫人，佳美不在房间里了。算了，我们先进去吧。你去找一下佳美，让她直接来老爷房间。好，夫人。我们先进去吧，别错过吉时。您请。您请。哟，大少爷来了，老爷要喝你做的莲子羹。你送进去了吗？我爸刚刚死了。这什么？你们进去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断到一半了，笑死。然后呢？你，肯定是你，肯定是你送的莲子羹有问题。老爷喝了你的汤，怎么就突然死了？你他妈不要血口喷人！我爸根本就没喝我的汤，我刚进去的时候发现就已经死了。不信你问黑面观音。大师，你给我作证。人的命，天注定。
大师，你不用护着他。操！黑面观音，你他妈装什么蒜？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陷害我？人是不是早就死了啊？什么？老爷没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正好罗律师在这儿。罗律师，你别听他们乱说，他们是想抢大少爷的遗产。你他妈说什么呢你？别他妈跟这儿胡气！你们安的什么心呢？你们，老爷早就知道了，大少爷口袋里有老爷的亲笔遗嘱，老爷早就把遗产分给大少爷了，一定是你们眼红。什么玩意儿？遗嘱？罗律师，你给我们大少爷作证啊！大少爷，你把遗嘱赶紧拿出来呀！董事长生前根本没有遗嘱，起码没有通过我这边。大少，能不能把遗嘱拿出来看看？靠！谁他妈让你多嘴的？给我滚！哎呦喂，大少爷，这养狗也要养有脑子的。你口袋里什么东西啊？拿出来看看呗。啊，早有准备是吧？大少爷应该是……你怎么知道老爷死了？什么？老不死的死了？哎呦喂、哎、！Oh my god！ 你怎么就去了呀？冲啥喂？我跟你一辈子，你怎么走的就这么突然？我的老……哎，先生，光三心。各位大哥，突然间哭了。怎么就他妈我一人哭啊？平时孝子贤孙呢？大哥，别装蒜呢！逆子。你又来干什么？哎呦，我是逆子，你这下还不是又成寡妇了？对了，那算命神棍呢？您也别摆阵了，赶紧跟这看看吧，这克服命啊，这比你的阵法灵他妈多了。你是真要气死我！行啊，都他妈别吵吵了，这不死人了吗？是这样子的，谁是凶手啊？还要靠你们吵架破案吗？等警察来就完了，我呀，报警了。哎，你挂了，你别报警，挂上。且慢。那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你怎么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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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北啊！这什么鬼呀？你怎么知道？我听了三回。啊，这我先看这个，跟这个吴学凯的走好了。这边没有剧情。鬼。然后这边，李晨过来，李忠一在外面偷听。这点事儿我懂的，我小。然后没有说话。然后他就，哎，不对啊，我要跟吴学凯啊，白痴。等一下吧，过来。然后他跟过来这边跟他讲话。嘿，然后出来。跟我这边。夫人这就出来。哟，小吴今儿也来了。啊，等夫人很久了。等我。我有个急事想跟您说，这儿不方便说话，您跟我这边来。啊，什么事儿？走吧。走吧。哎，郑先生，你怎么个的？没有，他是好来跟罗律师问那个什么故意杀人的了。好了，这边安全。安全？你什么意思啊？我当然是为了夫人的安全啊。我最近，哎呀，拍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假遗嘱是你拍的？什么遗嘱不遗嘱？遗嘱不遗嘱跟我这外姓没关系。嗯，那你拍到什么了？您刚才是打算去找罗律师吧？嗯，是。哎呦，私下这猫腻还真不少啊！你他妈放屁！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们把公司的这钱往外倒腾，罗律师也没少帮你们的忙啊。我告诉你，别放屁啊！别放屁！看，这是什么？这是银行的柜台，这是谁？罗律师，哎，这些旁边这谁呢？这谁呢？啊，就这个，这有什么呀？要不然你告我去啊？
我操，你们还真一伙儿啊！我知道搞不赢你们，都不用告呀啊！要是老爷看到这照片，哎呦，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啊？真他妈耽误功夫，傻逼！哎哎，你别走啊！哎，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哟，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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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夫人，我可真敢去告老爷啊啊！你别后悔，赶紧滚蛋！后悔，今儿够烦的了。这个，靠！大记者也来，哎呦，大记者也来了，什么时候嫁入豪门呢？啊，二少爷说话幽默，幽默。哎呀，那不，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啊。我先忙啊。先忙啊！误会了，误会了。哦，好，这边以这边就没有什么不同的了。好的，既然我看一下哦，来看一下黑面观音这边好了。目前我们看完高佳美、罗世杰，然后李吴学凯的嘛。哎呦喂，大师，观音，这下可怎么办呢？哎呀，你回忆一下，真的是拿我给你的药吗？没错啊，这都是你给我的续命散，是不是？我每天就负责放那么一下，就是我今儿我，哎呦，今儿怎么就出事儿了呀？你等我想想，你等我想想啊，是不是你的药方出问题了呀？我看看啊。哎呀，老爷这是心率过慢死的，难道？哎，鸡哥这次给我开的续命散是一个月一包，你有没有看我写的方子？啊？我就是照以前那样下药，我哪看得懂方子呀？你这……那要这样说呀，那就是他劫数已到。天要收人了！哎呦，得了得了，就我一人在这儿，你就甭编这些鬼话了。哎呦，不过呀，还好你在这儿，你别说，你那一套还挺管用，真把他们都给糊弄出去了。这是这后边怎么收场啊？我这布的七星续命渡劫阵可以拖一下，哎，但拖久了可就不好说了。哎，你等我想想办法。哎呀，是啊，这顶得了一时，顶不了一世啊！他们早晚要进来看老爷的，这要让人发现老爷死在我们手里，我们就玩完了。哎，你说，如果警察验尸，能不能发现呀？我说了，你让我想想，你别慌。你别慌。哎呀，这个自己家死人，警察也验尸吗？哎呀，你安静会儿行吧？靠北，你安静一会儿行不？昨天听说哈，老爷说有一份假遗嘱，你说能不能是这个东西把老爷给气死的呀？啊，假遗嘱？对呀对呀，应该是个偷拍的照片，我去翻一下看还在不在。哎哎哎，你怎么又回来了？罗大律师，是我爸亲自叫来的。我们现在就要进去见他。停！罗律师是我吩咐了，让他们走了。咬你！等下啊！慢走。不好意思啊，罗律师，等下老爷吩咐了，我就来找你。那鄙人告退。鄙人告退。然后。先看一下这边他有没有讲话，没有的话我们进去里面看于红那边的情况。就这个，没有。好，往后退。他们的人在后退，其实蛮有趣的。好，来，就这里，听看看他的那个行为，这也是翻纸的声音。再来。这也是翻纸，这也是翻纸，都是翻纸的声音而已。
然后走出去。哎，你看，就这个。这房子股份什么的都是平分啊，你也在上边，哎，该不会是你做的这东西吧？不是，我有必要弄这破玩意儿吗？没有遗嘱，那也是平分，哼，怎么都少不了我这一份儿。那可说不定啊，你就是一个续弦，儿子也不姓高，你能猜准老爷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告诉你，大师，我他妈才不管老东西怎么想呢。但是他不能死了呀，他得活着，活着我们才能有钱拿呀。这那天你不是看过账本了吗？用不了一年半载，我们就全都到手了。我犯得着这么多此一举吗？哎，行，你冷静点吧。你冷静，我都快让你吵活过来了。我，哎呦，现在人死了怎么办才好啊？今天高家胜、高家美突然就回来了。还有你那不孝儿子，说不定真的跟这个假遗嘱有关呢。也算不上突然啊，大年三十他们本来就都回来。以前都掐着点来，掐着点走，今年一个赛一个的走，肯定有蹊跷。哎呦我操，大仙儿啊，还他妈摆着阵法呢！我进去瞅瞅，看您这法怎么样，我瞅瞅老爷子行没行啊？你给我站住！你知道这是大师摆的阵法，还乱闯？哎呦我操！你真他妈当那老家伙会他妈摆什么阵呢？这他妈什么鸡巴阵呢？就这逼玩意儿！七星续命渡劫阵。哎，去！行，得了吧，垃圾吧老婆啊！就你这套，也就他妈骗骗这老不死的，还想骗别人？哦，还他妈骗我？哦，还能骗我那个什么也不懂的老妈？他妈你个逆子！我做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你但凡要是争气点，在老爷面前像个样，我用着见天这么费心费力的吗？哎，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怎么争气啊？啊，我再争气我也不姓高啊。您指望老爷分遗产给我？做梦吧您！哎，对了啊，您呐也指望不上我，您也不能指望一神棍呢。我给您指条明路。您呐，该指望大少爷。哎，大少爷没有亲妈，您没有孝子，这俩凑合一下，说不定您还能分一杯羹呢。嘿，你个缺德玩意儿，你他妈是要气死我呀你！哎呦，我哪敢，我还有生意，先走了。先走了。逃在路径上，李树在逃旁，重来聂逃根，李树待逃江。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哎，大师你有办法了？大少爷刚才不是来送莲子羹吗？就用这个，将计就计了。观音果然是观音，大师不愧是大师。等下你让大少爷自己来一趟，等他来了之后，我在这儿看道场，你去请神仙，各路神仙一到齐，祭品上桌，法事开场。哦，厉害！哦吼吼吼！那个笑声我觉得很A汤，这配音有点猛，有点厉害哦。哎，怎么不讲话啦？恭维啊，夫人。夫人，怎么了？哦，我来把汤碗端回去。哦，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那什么，大少爷在房里吗？啊，在的。哦，那就好。老爷刚才醒了，他说这莲子羹要送的话，叫家胜自己来送。我看老爷那样啊，是挺高兴的。可能吧，就是想给家胜个台阶下，跟他和好。你赶紧去告诉他，自己来端。叫你来送，像什么样子？显得一点诚意都没有。哎呀，我就说嘛，父子俩哪来的隔夜仇啊？你看这才几天呀，老爷就心软了不是？那不怕破了这七星续命渡劫阵？
阵法？哦哦啊，阵法呀！哎呀，老爷子自己都发话要见大少爷了，黑面观音也拦不得呀，你就去叫他就行了。哦哦，好的，我这就去叫大少爷。二少爷，你怎么又来了？出去！嘿呦我操！看看看看看看，咱高家的规矩啊，佣人都他妈能进，我反而不能进。我算是琢磨透了啊！太迷路。看来呀，这他妈不是姓高不姓高的问题，合计着你们家都他妈欺负我一个人啊！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外人谢绝参观是吧？哦，合计就他妈针对我嘛，这姓张的就不算外人啊。你呀，小声点，别把老爷吵醒了。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还他妈小声什么呀，大哥？论远近亲疏，下一个轮着谁了？啊？姓张的轮完了就是他妈姓李的呗。难怪刚才李家父子对我没好气儿呢，合计这他妈是你们家亲人呐，啊？无非就是他妈当狗当的时间长了呗，你们家狗他妈也能变人了？你，逆子，快被气死！你叔就凭在家里的资历，那是你能得罪的吗？我呸！那李叔什么李叔啊？哎，你以为他是对高家忠心耿耿啊？啊，他在这坐着他妈小九九，都他妈是为了他那儿子。哎，要不然能他妈这么睁眼瞎？能他妈看着你们这么乱来，当断不断的留着你们当祸害老爷子过年呢？你，他被气死！给我出去！哎呦，得得得啊！好心啊，当他妈驴肝肺，快气死，快被气死！哎呀，差不多了，别耽误时间，请神爷去吧。这他妈逆子气得我，才耽误了正事。那什么，有高佳美和罗律师够了吧？够了。那我先出去，等大少爷上钩了，你出来给我个信儿。听我号令行事。听我号令行事。然后出去听一下夫人那边的都有没有剧情。走出来，哎，我按错了。走过来，然后走出来。哟，小吴今儿也来了。哦，好，这边就没有了。然后再来夫人那边的我都听过了。就是这边。观音先生，我要去看一下老爷，有要紧事。哎，等等，我说了我布了阵的，你怎么也不懂事儿啊？哎呀，你不用瞒我了，老爷是不是？哎呀，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啊？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为何意？难道真的是当断不断，必留后患？逆子，您这边请，慢走不送。慢走不送，慢走不送，慢走不送。先生神机妙算，你快一些了。哎呦，先生也在这儿呢。您给我算的那个今年要转运的卦灵不灵啊？嗯，我再看看啊。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诸邪急急如律令，太上老君快显灵。轰，把你八枚轰。我靠，这是超级神棍的。吉时已到，此卦象正应在当下。哎，是老爷叫你进去吧。先生神机妙算，我先走一步了。我先走一步了，先走一步了。然后吉时一到，然后再回来。我在这里。先生，我把他，您看看，我把他怎么了？心中有事事难做。恰是二人争路走，雨下俱是要占先，谁肯让谁走一步啊？先生，您就别诗朗诵了，我怕他死了。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哟，大少爷来了，老爷要喝你做的莲子羹，你送进去了吗？我爸刚刚死了。这什么？所以这边已经你们进去看看，没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突，对对，出来出来出来，然后大小姐遭的什么阵？少爷呢？哦，大过的不，黑晚上玩去，新年哎呦，大少爷，晚上玩去，新年新气象，黑面观音都给您算了。金南呐，是您的大爷。他刚刚说什么？都给您算了命了。今年呐是您的大运年，时辰一到，运气翻个个，去年输的全他妈赚回来。哎，没空没空，今天有事儿不去了。哎呦喂，我操，大少爷还有正事儿啊？不是，什么事儿比钱大呀？你走走走，别他妈哪壶不开提哪壶。大少爷说了不去就不去，那不行啊。咱鸡哥说了，您是他的散财童子，坐上贵宾，点了名的，请您去。少爷今天没心情。你他妈哪根葱啊？这点眼力上他妈没有吗？他他妈那事没心情吗？他他妈是没钱。哎，我说哎，您好歹也是个大少爷，今儿大过年的，跟老爷子要点压岁去，甭多了啊，180万的就行啊。你往家鸡哥，呸他妈鸡哥脸上砸！让小丫头的开个腚眼子，操你妈！高高的，哎，看咱高家的气派劲儿。这个二少爷好脏啊，他自己姓什么？你忘了吗？满嘴脏话呀！我的天哪！高家欠钱不关你事儿，滚！哎，我操！你他妈又算什么东西啊？啊！你他妈一高家养的狗，操！你也跟我说话，配吗你？给他妈老子记着啊！哼，怎么敢不记着？您高家二少爷的话，我可每一句都牢牢记在心里呢啊！滚！哎呦我操！哎呦我操！牛逼牛逼！讽刺我是不是？没关系啊，我再给你一句忠告，管好你们家这主子啊！我啊就是好心来提点他一下，到时候鸡哥的人来要账，可他妈就没我这么和气了啊！滚出去！得令，太子爷，微臣告退呀！傻小，这二少，二什么少，给他脸了，就他妈一拖油瓶儿。啊，对对对对，这他妈杂种的话虽然难听，但是话糙理不糙啊。您要不就趁着今天去老爷那儿要点钱，起码把这年关过去呀。还他妈找老头子要钱，哼，能要我早就要了。大少爷。鸡哥在道上名声您又不是不知道啊，欠债归欠债，只要今天能凑点钱，咱再去玩两把，露个面啊，脸面上就不会太难看。关键咱不能就这么躲着呀，这么下去，这小事儿咱也拖成大事儿了。凑凑凑，玩玩玩，你每天就这么点话，屁忙都帮不上。哎，是是是是，这哎呦。其实啊，咱也不用凑多少。你欠了鸡哥这么多钱，说起来挺吓人的。但是要是老爷肯开这个口，这他妈也就不算什么事儿了。要不再去求一求啊？毕竟亲儿子就您一个，这你妈搁他妈古代，您就是太子啊！你说是不是？这关键是老头子他不讲父子情啊，太子有什么用？这又不是真的古代。现在不能传男，他就传女呗。上次他把我打出来，你都亲眼看见了，说是上次那是最后一笔了，以后就算他死了，也一分都不给我了，遗产也叫我别想了。这他妈，这都他亲口说的呀。那老爷子真不好对付，但鸡哥也不好惹呀。要我说，现在咱就只有两条路。哪两条？第一，干脆躲债跑路。一了百了，烂方法。要么再问老爷要100万，咱把利息先填上，其余的咱们之后再翻本儿。
哎，这都不是什么好办法。如果真的逼急了，其实还有第三条路。我操，大少爷，还有第三条路？没什么。啊，大少爷，那个我冒昧的猜一下，是不是上次鸡哥给你的那个东西？就他妈你小子机灵，他那他妈是假的呀！废话，当然是假的。不过，只要我爸他一命呜呼，谁敢说这是假的？那。虽然董事长现在身体不怎么好了，但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一命呜呼啊？这他妈是玄学呀！这个，这不废话吗？当然不能等他自己啊！我可以帮他呀！哇塞！大少爷，这么狠的吗？我这不也是没办法了吗？老爷子现在走了，也算是喜丧了。要是他不走，那我就是死路一条啊！到时候。他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大少爷，你这真人不露相啊！到底，这到底什么办法？您就别卖关子了，我可是您的军师啊！你跟我讲讲，我给您好好参谋参谋。哎，行了行了，也没啥办法，你先出去吧，我心里烦得很。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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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大少爷出去了。哎，大少爷，他妈哪儿都碰见狗。我操！所以你现在是养不起狗，恨起狗来了是吗？傻逼！哎呦我操！还他妈在外面乱溜。事情办得怎么样？喝了没？啊，送过去了。老爷还没醒，太太让我把莲子羹放在外间了。你个蠢货！怎么被他看见了？这，您之前也没说不能让人看见呀。太太说老爷醒了，他会给老爷吃的。还他妈吃个屁呀！赶紧给我端回来，别让其他人知道。哦，他也在里面下毒了。等，刚才还有谁看见你了？啊，太太和算命先生都在老爷房里。他妈的，这下麻烦。靠！你还他妈等什么？赶紧去啊！哦，好可怜哦，整个被骂哎。然后又走掉了。上楼，然后回房间。没错。往我这儿跑啊！大少爷。大少爷，那碗汤端回来没有？端回来了。搞定了就别往我这儿跑啊，被人看见怎么办？哦，老爷醒了，听说您给送莲子羹很高兴。啊，真的？但是，说要送的话，让您自己送过去。哟，看来这黑面观音有点本事啊，我今年是真的要转运啊。哎，走走走。等等，这碗都凉了，去换一碗端过来。大少爷，这碗是热的。叫你去换就换，哪那么多意见？哦，好的。大少爷，这碗是热的，应该那一碗里面有毒。你看，这只是爱干嘛？爱吸什么？你在吸什么？吸毒吗？玻璃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喝酒吧。然后呢？好了。大少爷，
这是我重做的，您看可以吗？哼，好了，给我，你回去吧，没你事了。好嘞，好嘞。哎呦，先生也在这儿呢，您给我。啊、哦，不管他。爸，爸，爸，你喊我。为什么第二声爸听起来超级奇怪？爸，啊，我操！我操！然后我就赶快冲出去了。先生，哎，你们，然后结束。王耀宗吗？现在可能我们跟李晨好了这次，然后李晨目前还没有再出现，所以咱俩男朋友不没来吗？我操，你是不是骑驴？不，你不回家来这干嘛？别，把这男朋友。我这里。大过年的，你不回家来这干嘛？别管这么多，先去我房间，有事问你。然后他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就是已经看过的部分，跳过。啊！还这么气口，是不？哎我操！今儿他妈真是事事不顺心啊！甭溜达了，回家吧啊！还他妈记得你主人在哪儿吗？滚蛋滚蛋滚蛋，赶紧滚回去吧啊！李成。过来。对，李忠义是爸爸，李晨是弟弟，这是儿子不是弟弟的错，没有错，这个没有错。哎、又怎么了？我叫你不要掺和高家的家事，看来你就是当耳旁风了。别他妈老说这些，真妈烦死了。我从小就教你的底线，你懂吗？做人要向善，底线你怎么能忘啊？你以为你现在什么都玩得转了是不是啊？啊！你懂什么呀？我跟你不一样，我不会一辈子屈居人下，给人当一辈子看门狗的。这把我要是搏赢了，你以后也能跟我过好日子。搏什么？你拿命去搏呀！啊！你老实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啊？你爸爸能帮你一天，还是会帮你的。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用你帮吗？用你帮吗？啊！我走到今天这个位置，靠的是我自己。最后事情爆出来，高家人没事儿，你会被人家当替罪羊卖了的。事情爆出来也没有证据，都是他们的事，啊，跟我没关系。快被气死了！跟着姓高的乱搞，只会害了你自己。我还不管什么，管什么高家、王家什么玩意儿，各种被我只会跟最后的赢家。于红被自己的儿子气死，李忠义被自己的儿子气死。天哪，这真的是太扯了。他走掉，这也是去找大小姐。然后这不是敲门吗？对，敲门。然后走掉，李忠义去偷听。滚快！滚滚滚！滚滚！我很快。走，房间里说。等一下，刚刚怎么偷听？这边吧，我偷听一下。桂芬。啊，李叔。你跑上跑下的干什么呢？李叔，今天我觉得有点奇怪。整个家里都很怪。走，房间里说。走，房间里说。哎，他去他老爸房间。跳过。没有没有没有，李忠义没有回房间，然后李晨就这样摆着。敌人。哎，有了有了。对对对。二少。哟，还在这晃悠呢，高家过年没你什么事儿，赶紧去玩你的牌局去吧。哎，你这话说的对，那玩牌当然得玩了，但是可惜了了，今儿吧凑来凑去，就是他妈三缺一，你猜差谁？啊？
就是你们家大少爷呀。有句话，狗改不了吃屎，大少爷戒不了毒瘾。高家大少赌资凑齐，赶上桌了吗？我们大少爷吉人自有天相，很快就会翻盘，给你家看啊！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给他鼓鼓掌，我呀，等他的表现，期待啊！那李成出去了。哎，这边他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出来呀？哎，有这一段哦，我还真的是没有注意到。您看见佳美没有啊？刚才不是在他房间里吗？啊，好好好。哦，他在找人啊，这一段。没。然后李晨在这里。怎么样？还在这等呢？别那么一副老谋深算的样，我自己做事我自己有盘算。就算有事我老板会帮我。哼哼，没有什么老板了。啊？你受谁指使？以为我不知道？不要乱说话就行了。最后会帮你的，还是只有你吧。那李先生，天哪，这到底是在冲啥？我不懂。李晨走进来也找不到人，没有说话，然后他就去房间，然后这边的都是听过的，再来去听看看这个。这个张桂芬的好感觉他那边的对话应该就他妈你不把这儿当他妈我们家，我来串门不行吗？这是切东西的声音吧？这是煮饭的声音吧？他什么时候离开的？这里。李大老爷，哦，有人也忒他妈勤快了吧！然后走到这里，丢了什么东西？到底是谁的狗啊？也对也对，反正啊，都他妈是高家的狗。我说回刚才的话啊，我错怪他了，还是条好狗。哈哈哈哈，拜拜。然后把音乐开回来。啊，一会儿就把它关掉，是不是？啊，继续切。给他点灯，给他说。然后这边看过，然后去找大少爷。房那个黑房间来。好，这边。今天夫人自己收拾房间垃圾，大少爷突然孝顺起来，要送汤给老爷喝。还有那个黑面观音，在摆什么阵势？嗯，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该说的不要多说，不该问的也不要多问。哦。嗯。跟他有离开，哦，拿去给那个大少爷了。哎呀，谁又给关掉了？老爷说这个唱经是积德，不能关的。然后再开起来一次。我的天，我还没见到二十。嗨。哟，这不又见着桂芬姐了吗？二少爷说笑了。什么事啊？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没事。不是，操！你没事，你这么他妈着急，你还本逼有事儿。
我就是一天没见到老爷，有点担心。没什么大事，放心啊，吹灯拔蜡翘辫子。什么？翘辫子？翘辫子？哎呦我操，死翘了。这还不叫大事啊？是这什么时候啊？刚刚不还叫大少去送莲子羹了吗？这怎么回事啊？这还不叫大……你说这说的奇怪呀、啊，老爷每天都吃药啊，怎么偏偏今儿这药就吃多了呢？哎呦，李大老爷，今儿您亲自下厨啊？您那儿子呢？不来帮忙啊？啊、哦，二少爷，不要再开玩笑了，我来看一下年夜饭准备的怎么样了。哟，这是公事儿，公事儿，你们啊都是有正经工作的人，我呀先走了，不耽误你们正事儿。不耽误你们正事。慧芬，你是不是被大少爷利用了？利用？大少爷让你去送莲子羹，你去了吗？去了。现在你知道了吧？你被利用了。我真的不知道啊。都是大少爷指使的，我要报警。你还敢报警？别人敢利用你，就准备好了栽赃给你的。你想一个人跟高家打官司？不是，不是我，是大少爷。不对，大小姐可以帮我，还有夫人。醒醒吧，他们在家里是吵得凶，但是家丑不可外扬啊。对外要是说到老爷的死因，只会有一个替罪羊。就是我。对，趁他们现在还没有争出一个胜负，你必须赶紧走了。可是我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喏，这点钱你带着，以后不要再用张桂芬这个名字。李叔，我，哎呀，我什么我？别废话了，赶紧走。我谢谢你了。然后就走了，喏。然后就没有了。再看一下。哟，你怎么来了？操！不进。白面观音。哎呦，大少爷。我看你总挺巧的。目前没有什么其他。还欠磨练。特工。好，这里，这里。哎呦，这不李大老爷吗？给您鞠个躬。哎，二少爷，您说笑了。哎呦，你他妈也知道我跟你开玩笑呢，啊？你他妈知道你儿子怎么跟我说话吗？你他妈怕是不知道吧？哎，李成刚到社会上做事还欠磨练，看在您和他同学一场的份上，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二少爷您还得多担待呀。我操，担待，大哥，我怎么担待啊？我呀，怕不是快被他跟他妈他主子一块儿赶出家门喽。嗯，他只是在公司给大少爷当个助理，高家的家事儿他绝对不会参与的。哎呦，大哥，您等会儿，不参与，他妈没少参与吧？啊，哎，以前啊，我以为他不过是我那大姐的一条狗，没想到啊。一转眼之间又他妈跟着我好大哥后边屁颠屁颠的，哎，就他妈算是条狗，换主人也忒他妈勤快了吧。大小姐哟，李大老爷，合计您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狗啊。也对也对，反正啊都他妈是高家的狗，我收回刚才的话啊，我错怪他了，还是条好狗。拜拜。你啊，
又跑去把放电机关掉了。原来在上楼，没有，他在这里，没有说话。好，然后他跟李晨说吵架，嗯，然后李宗立找他，找黑面观音，再来是找高家明杀人。再来是王耀宗嘛，我看一下王耀宗有哪里没有看过的。王耀宗在这里，这边他有说话吗？溜达，甭溜达，回家。然后又上楼一次，然后又跑回来楼下。王耀宗找李晨。老身算王耀宗找出张桂芬二婶滚哎这里这里这里哎我按错了二少爷你看见佳美没有啊那他妈你媳妇儿我媳妇儿啊你他妈看不住她我他妈看着呀啊没事没事滚滚超气然后小小声偷骂原来他们两个是夫妻啊你媳妇儿我媳妇儿啊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再听多一次这边他有讲到那个没有利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让我按照他说的分配方案起草了一份遗嘱今天我来就是真遗嘱这位师你跟我说实话我这一向没有亏待过你这个你先收下哎呀大小姐见外了他们今天就搞什么阵法万一罗律师退一步讲如果我爸这份遗嘱还没有签字就那啥了那这公司股份怎么分配啊哦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就和房子一样就按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和子女哎你说明白点哦当然是大小姐大少爷二少爷哦还有于夫人平均分平均分想得美，哼，不知道哎，我还是不太清楚，是不是王耀宗啊？赢家控制的下属，嗯，可是王耀宗没有控制什么下属啊？高嘉盛吗？我答对了一道。我看一下哦，如果我把这个改掉，嘿，对，果然是二少爷是最大的那个。那张桂芬，然后于红吗？应该不是。哎，目前张桂，我觉得张桂芬应该是有的，因为这个二少爷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是李宗义嘛，也不太对。王耀宗有控制那几个人，我看一下他一共跟几个人接触过。我觉得李宗义应该是有的，因为他有点唆使的感觉，所以李宗义应该有包含在内。然后张桂芬的话就是，他说那个老爷死掉的部分嘛，所以。我猜他那个什么药吃太多了，那一句他应该是主要让那个药吃，就是把加量那个药的呐，我猜啦。所以这样的话，看，哎，张桂芬、李宗义、高嘉盛吗？
哦，好难啊，这个也不对，这个控制的下属好难哦，他到底控制了谁啊？我看看，啊，不能做。你是说你挂外巴不得别人？王耀宗、李宗、王耀宗跟李成、李嘉盛、李成，应该跟李成没有吧？吵架，然后王耀宗跑去哪里了？跑上去楼上，黑面观音跟于红，黑面观音有吧？吗？也没有，不对啊！请加起我高难了，再加一个里程，也不对，完蛋了！这个到底是谁啊？你王耀宗的那个部分，哟，妈，直接不打你。他行动就哪些？还是没有王贵芬啊？把什么王贵芬啊？张贵芬啊？这样子也不对。Oh my god！ 到底是什么？黑人问号？会有谁啊？嗯。我想一下，想用舍去法稍微想一下好了。我觉得高嘉美应该是没有，然后黑面观音其实应该是没有才对，所以我还是把这个关掉。这样子也不对，这样的话罗世杰应该是没有才对的吧。再来，于红，于红他都快被气死了，怎么可能会有？他都快被气死了，所以李宗义。黑面观音，我不太懂，等一下，黑面观音，还是李晨？其实真正投效的是王耀宗，还真的是哦，真的假的？我就是黑面观音，不对啊。我当年是看着有钱人家大张旗鼓的在找黑面观音，说是要算卦续命，我不过就是想骗点钱而已，我真的是冒烟顶替的呀。我如果知道这一切真相，我为什么还要去自投罗网啊？20年了，我也想明白了，那个什么狗屁鸡哥原来就是王耀宗自己安排的。但是当我去找到王耀宗的时候啊，他说他也是被某种方式指挥的。是这种方式吗？这不是那个唱片声音吗？在现场，我真的就是黑面观音。对，你就是黑面观音。我就是黑面观音。如果研究所来找你，问你是谁，你要怎么回答？我就是黑面观音。谢谢。
真相。啊？为什么我觉得我一头黑人问号？谁是真正的黑面观音 ？What the fuck？ 张桂芬吧？我猜了，真的、哦。哈，还来啊？谁是真正的黑面观音？谢阿婆吧。我靠！我倒记得啊，这两个礼拜前的事情哎。这又是谁啊？我猜吕仙姑好了。我谢谢你了，谢谢你啊。哎，我谢谢你啊。傻笑，我觉得我有点黑人问号了，怎么办？吕仙姑、谢阿婆、张桂芬都是同一个人配音的，所以我是真的是蒙对了，是不是？我乱蒙也对，真的假的、啊？感谢安东尼明格拉、天才瑞普利以及俄罗斯综艺节目《通灵之战》给本地 LC 剧本带来的灵感，也借此向优秀的影视制品作品致敬。啊，傻笑！我看看哦，如果我后面的答案我选的是错，我选另外一个答案的话，会不会正确？跳过，然后看一下真正的黑面观音是谁？我选王耀宗看看。不，这不是真相。真的假的？我看到前面乱蒙也对哦，真的蒙对哦，真的假的啊？那是，我选吕仙姑是因为这边就只有一个人是女的关系。我谢谢你了，谢谢你啊。哎，我谢谢你啊。啊，跳过，我不要听到这个音乐了，然后我要把声音放小。啊啊啊！哇，没想到，因为小时候在黑面关于那个录影带那边呢，他就有说音，他有用那个女生的声音这样回答问嘛，就是问问题嘛，应该说，然后呢？他还一直开那个音乐，什么那么什么鬼的那个音乐，然后那个张桂芬有一直去开，所以我那时候就心想说，这个张桂芬感觉就是很可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那个答案那边，我一直猜他，可是猜不对，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还是把它改掉，这个真没想到真的就对了，然后呢，然后所以刚刚后来说，其实他是真正的黑面观音的时候，我就猜说应该是张桂芬。然后谢阿婆的话，那时候就觉得他很奇怪啊，那个举动，所以我就把谢阿婆选进去。吕仙姑的话，纯粹就是懵的，因为他就只有他一个女的，我想说应该也是女的吧。那当时在场的就只有一个是女的，那就选她吧。没想到就这样对了，就还蛮意外的啦。嗯，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R会又结束了。那等下一次 DLC 再出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再开来玩这样子。那如果你喜欢我直播的话，你就请在下面点一下订阅，然后打开小铃铛，让你才收直播通知哦。那大家拜拜。